浙江卫视发生重大播出事故。7月13号是神奇的一天，中国新歌声更名中国好声音，中国新歌声没声，出现重大播出事故，中餐厅延后播出，深圳卫视没有播旧时光。其中浙江卫视的《中国好声音》今晚开播出现声音事故，只有背景观众的欢呼声，听不到导师的声音，选手双天使打包安琪组合演唱时也没有声音。随后，节目组官微发文回应该事故，有好多朋友反映电视机没声音，先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。赶紧调整到标清频道，标清频道，这样就有声音了。有不少观众表示该事件是否属于炒作，但是在播出过程中，画面中的环绕声消失，所以是属于系统故障。